才有今天这一切的。现在，不管您是否相信佛经佛法，不妨先放下自己的各种观念和看法，认真的来看一看这些真人真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，就是眼前的现实。田居士65岁，91年患乳腺癌，长期严重的鼻炎。我是一个中学的化学老师，我学佛已经十几年了，读这个地藏经呢是一年，我得癌症是14年了，乳腺癌，这个91年做的手术，现在已经恢复健康，比我做手术晚的那些同志呢，已经都离开了人世，唯独我呢还是非常健康，而且现在我65岁还在讲台上。我现在还是大同市早期教育学校，还从事这个教学活动。那么这就是学佛以后给我的收益。当时呢，在做手术的时候啊，是91年，跟着我们一块的郝大娘跟着我去了。我又学了佛以后呢，这个进了手术室，我也没觉得这个害怕，就没觉得恐怖，是一个大的手术。但是我还很乐观的就进了手术室。进了手术室以后呢，这个还要化疗8次。化疗对于每个癌症病人来讲呢，就是非常痛苦。可对于我来讲呢，8次化疗我也没感觉怎样，痛苦就过来了。我也不知怎么样，这是91年到现在05年，已经14年了。14年的生活呢，就佛保佑吧。我就一直是这么健康的这个生活，而且刚开始这个病了以后啊，这个学校照顾我，就没有从事这个教课，在实验室。后来慢慢恢复特别好，比我做手术晚的那些个，我是西花园的啊，那些几乎都不在人世了。他们有的人还采访过我，就是说这个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战胜的癌症？我呢就是终身念佛。就是这个佛保佑我，这个我到2000年的时候啊，也恢复的也比较好，我就让大同市早期教学把我聘走了，到那还有从事教学活动，现在我仍然在那已经6年了啊，已经叫第6届学生了。这是第一个事例，我的收益。第二个事例呢，就是今年，哎呀，就是灵感，今年我们到带海放生一次。在海放生一次，那天去的时候是下雨天，在座的居士们都去了，可能是唱了一道这个阿弥陀佛，我呢也跟着大伙就唱了一道阿弥陀佛，当时这个心情特别好，去大海回来以后啊，那个心情放生那个心情啊，可以说没法形容。我那个鼻炎挺厉害，就是每年都得吃10盒到20几盒的这个霍胆丸，就是那也不行，但是鼻炎厉害了以后啊，就是喘不过气来，而且还要上课，我这个时间特别紧张。有一天呢，就是到什么程度了啊，5月29号我们去放生的，这个感应这个收获呀，马上立竿见影。所以5月29号放生回来以后啊，鼻炎还没有，还不行。还不行的，我就跟我儿子说了，这儿子是个大夫，我就说你能不能给妈妈这个输点液，给我输点液，给我这个让我这鼻炎快点好。当时儿子就说，您是多少输吧，您是现在输呢我就现在输，你要说放假输呢就等我放暑假。我就觉得这个要输液就是1天2天不行，肯定得输个5天6天才能见效。我说那你就等妈放假吧，等妈放假再说。我说这话的晚上在我家吃饭，第二天是5月初一。5月初一以后离咱放生啊，我也忘了是差多少天了。放生回来，第二天的5月初一早晨起来以后啊，我就感觉特别的轻松。我就不知为什么，早晨起来忽然间的那个鼻子通气了。我鼻子也通气了，鼻子这会儿也不胀了，鼻炎呢这病都发胀，然后我就觉得奇怪，我就跟老头说，我说今天我早晨这起来这个
鼻子没什么痛事了，我好了，他也没有这些个这个胀啊疼痛感觉都没有了。我说试试吧，今天可是记住这日子是五月初一，距离我们上升回来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个来月，也就是这样。我就天天的跟念阿弥陀佛，就是除了上课以外，只要闲下来我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连走路都念。后来我说莫非是真是上升的上好了，我就怀疑，我说怀疑的话我就想我就再看坚持一个月，不吃药，我是一点药都没吃啊，坚持一个月还是仍然挺好。到今天这是八月月底了都快啊，阴历五月初一嘛，五月一个月，六月一个，七月八月，现在您听我这鼻炎就好了，一点药都没吃，这可真是一点药没吃。过去我得吃好多药，每一次感冒必引起鼻炎，一引起这个鼻炎就得吃个刚开始两三天的好，后来就是五六天六七天的不好。就从我从这真是受益匪浅，就从这个大海回来治好了，不要耽误大伙时间，因为在我身上啊还有好多事例呢，再找机会。张居是38岁，郭居是34岁，夫妇二人生活在农村，妻子不幸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，红斑狼疮的死亡率很高。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结婚就是94年结的婚，现在已经10多年了。但是在这10年当中，我经历了很多苦难。因为啥呢？因为我的妻子在我结婚的第二年，生患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。但是经过了这个多方医院的治疗，没有效果。钱花去了整整6万多块。在我的内心里头是处于一种痛苦，我的妻子经常依赖信念。这个具体的结果呢，我细下的给讲一讲。在这个我们结婚的第一年，一下跳一跳，以后第二年生了一个孩子以后，他就出现了这个连续出现这是叫斑，当时怀疑是这个皮肤病，在各大医院治疗，治疗完以后这个斑就麻了，麻了咱医院了。出于这个情况，我说也治不好，咱怎么去到这个大医院查查？多少结果出来就是，红斑狼疮，这就是系统性的红斑狼疮，已经停下的这个生长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相当这个痛苦，处于来说，本身知道这个病的危害性，从这个医生来说吧，也是看着我们本身都是老土人，经济什么也上不起，各个方面都不行，也是看着我们也。挺痛气，前天或者什么意思，这个鼻炎了，经常是昏昏沉沉的，一方面吹不气，一方面吹不着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是四处借钱，借的钱的，这叫花去这个外头去，但是一点作用也不起，有时候起点作用，但是几天以后又就不行了，因为我们做的每一天钱相当的那啥，这样就。昨天这个居士先生说你不行念佛了，佛那可以搭救你的生命，那消除你的疾病，但是我们夫妻两性诚心实意的就是念这个地藏经。2003年、2004年的现在我妻子34年的时候坚持出现就好转世了，我们念是诚心的念，就是有时候这样念，有时候现在念，到医院也是说到医院也不停的去复查，所以你也是一种奇迹。他说呀，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，在这个每年一天天天吃药，他说年是以后的就是阶段性的吃药。像他现在的我妻子就是基本上就一年四季就不吃药了，啥药不吃了。就因为家里头事儿多，也是忙。小学时候我最年，那时候我6个月时有慢性里头，我心里头年，你这个。地藏经，我妻子也是这样，一年以后，他这个病情